八月三日，歌手武艺的异想世界演唱会在北京万事达 M 空间震撼开唱。能容纳2000多人的场馆总需喜，当天武艺一出场，现场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。兄弟，去年的演唱会上，武艺为到场的粉丝带来了惊喜的魔术表演，今年武艺的异想世界为现场观众带来更加情景化、梦幻化的歌舞表演，快歌连唱、童话剧情、吉他钢琴才艺秀，整个演唱会现场完全被粉丝的尖叫声淹没，足见武艺的魅力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